朋友在你面前出现哦，你会跟他讲你喜欢的是常勇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嗯。那你想不想知道一些？马币上的这个男神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这是一档安看的也不会变聪明的益智节目，是拿着我的夜班00，我是 Abby 哥培友。2022年我们来了，在这里 Abby 要祝所有看这影片的各位观众好运的你身体好，步步高。那以往的夜班00 Abby 都请身边很重要的嘉宾上来，但是今年第一集 Abby 想要来点不一样的，我想把观众请上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所以今天黑皮来到了 Summer Velocity， 在得到他们的允许状况底下，黑皮来到了这里，想要找一些 maybe 可能认识黑皮的观众朋友，我们直接邀请他们来玩观众版本的12800。我已经万事俱备了，衣服都准备好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怎样的。我可以跟你访问一下吗？你做守卫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 Steven Yong。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 Yong 啊，我是在这边附近卖那个爱心笔的。这一次呢，阿朋友有给钱我，叫我去骗人，叫我去问人家一些守卫一下，看一下谁喜欢他，喜欢他的话呢就给钱他这样哦。我第一次扮男生有点不习惯，遇到我的话不要害怕，我会跟你好好的聊天。我你做什么手势？什么手势？有诚意了吧？我这一次你知道跳出舒适圈，离开吹 aircon 的日子，直接来 shopping mall。你看那朋友就是有问题，哪里有人选礼拜一来做这种什么 interview？ 哪里有人来？我就在人少少的状况底下，如果真的有遇到认识，我就觉得更加完美。小心你没有缘分，你不知道有带我。如果一个人都不认识我，我就。访问我，我们两个自己玩，组了是吧？对对对。Hello, hello. Do you know Pei Yong? Don't know. You know Pei Yong? Hi. Do you know Pei Yong? 你不要这么没有礼貌啊你啊。Hi. 我完全不想跟我讲话。哎，好难找人哎，我真不会找人哎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跟你做一个调查吧，可以跟你们做个访问吗？做一个访问吗？可以。叫沈他的 Malaysia YouTuber 大马 YouTuber， 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老吴。他没有。Bryson 吧。没有，我没有看 Malaysia YouTuber。我喜欢卡甜甜啊，卡甜甜啊。是开心做的，这个是自己 Q。怎么喜欢卡恩犬呢？没有你们。哎呀，你最喜欢哪一个 YouTube 频道？当然也是卡恩犬的啦。你们两个双方家，认真的我以外，没有啊，培养啊，培养。明明就喜欢培养那边，你们呢？你喜欢他什么线？他飞得来又很 positive。哪个时候觉得他很飞？他整个人都很飞下去，整个人都很飞。你有看过他12800吗？每一集都有看，其实每一集都有看啊。如果讲真话，朋友出现在你们面前，你们有什么话想跟他讲？你们两个不认识朋友吗？是不是不认识？认识认识。如果朋友在你面前出现哦，你会跟他讲你喜欢的是常勇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那你想不想知道一些？尴尬没有，人家讲喜欢常勇啊，硬硬要出来给人家钱，其实都一样啊，我觉得。刚刚是这样讲，以前我也是会讲我喜欢你的，还有 I love you。Hello。他们现在很相似。他现在不敢讲话。你看过含苞待放的笑容吗？直接含苞一放，很开心他。他见到我都没有哎，同命不同命啊。我叫思颖，叫 Next Sherry 子三，凯莹嘉轩。我叫裴勇。有人想懂啊？介绍一下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看我的内容。有一个是赚钱的，好像是，那个什么12800。如果我们现在马上来玩一场12800，你们有兴趣吗？有啊，当然。有钱呢，我很难看哦。啊，史密斯，看史密斯的难看吗？你确定吗？确定啊！你
每一场都是 live 啊。欢迎收看我们这个观众版的谁拿着我的12800。我再一次简单的讲解一下游戏规则。这一次我会准备五道问题给你们。第一道问题50块、100块、200块、400块、888。如果你能够五题全部答对，你们就可以带走888。但在过程当中，你觉得想要停止的话，你可以当场 stop， 拿走那个当下的金额。答案是。如果你答错，你是完全带着零鸡蛋回家。见到你也值得了，见到你也值得了。谢谢。有信心拿走我们的钱吗 ？Confident 啊！我从你卖 FMB 买 Star DJ 出来就开始关注你，你是我中学偶像，懂吗？哇！我有不祥的预感，我就要把钱拿光。这个游戏有点不公平啊！三个脑，我觉得胜算太大了。也对啊，但我们有什么脑？我问一个简单问题，你们三个当中啊，谁比较笨蛋？我们要开始。第一道50块的题目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恭喜大家！50块，50块，50块。这个是 ice breaking 是吗？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回答第一个答案，我就马上送50块了呀！有没有诚意？拿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后面一定可以拿回来。紧张音乐 ，go。请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？裴勇。恭喜恭喜！我放第一波。OK OK OK。希望你们不会拍到我手一直在抖啊。放心放心，哎，真的，你看那手真的在抖啊。这是一个新年题，嗯，哎，农历新年。哇，真的会唱啊！真的是粉丝啊！农历新年呐、啊、，OK， 去拜年通常啊，我们会准备干。那肝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带什么东西去拜年？我不会跟你讲，我不会跟你讲，新年除了肝以外，你还可以带什么东西？没有呢？当然是叫做米达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Vita C 就是富含1000mg 的 Vitamin C 的气泡饮。大热天呢、啊，当然是要喝这个好喝又爽口的 Vita C 气泡饮啊，让你整个人爽。Vita C 呢，一共有4种口味啊，分别有 Orange 有 Lemon， 有 Kiwi 有苹果哇。一罐那个 Lemon 口味代表等于18粒 Lemon 的 Vitamin C 啊。一罐 Orange flavor 又有19粒的 Vitamin C 的 Orange。厉害，把握把握，把握。等什么？买。同时呢，50块送给你，恭喜你打中，真实的感觉了，谢谢。你要带走这个50块吗？还是你要继续100块？继续。他比你刚才开始上，我不要了，不要。我们继续来挑战100块，要来100块吗？耶！你是继续耶！紧张音乐 ，Go！ 哇！我有一档节目叫《谁拿着我的12800》，请说出5个。曾经上过12800的嘉宾，这一集是送分吧？有看我们12800有谁不知道我们有请的人？你看我随便讲了，你看啊啊啊，看我随便讲了10个，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叫什么？这个也没，我乱讲。摇头了，他摇头了。我讲不难，不难。喜欢常有了。首先，最新的是伊林亮。伊林亮，伊林亮，伊林亮。哎呦呦，有看。第一个是 Michio。第二个是你很喜欢的 Jovan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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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ndra。Serena 哥，选美小姐。哎呦。彤彤。哎呦呦。紧张一下。常勇。常勇，我知道常勇是有拿过。常勇。哇。Bryson、okay. 我真的很好奇哦，大家都有提到所有人，就是没有讲到 Jasper 的哦。所以证明啊 ，Jasper 马来西亚你变回来了，你可以继续在新加坡就安心的在新加坡发展，对对，安心的在新加坡安详的度过晚年。今天讲好了。对不起 ，Jasper。我们来干嘛？哈哈哈！恭喜你们获得100块。OK， 是真钞。你要把100块带走呢，还是你要继续200块的题目？可以阿嘎一下下面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可以呢？阿嘎啊，放水一点。那第三题的方向呢，是跟偶像有关的。偶像哦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。祝你超越老了。我就是
有没有自己什么特别喜欢的偶像？米烂。上我喜欢范丞丞啊，还有王俊凯。帅。但他们再怎么帅哦，都帅不过马必上的男人。请问，马来西亚马必上的这个男神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懂了吗？等一下啊！还以为我的题目都是那种不用脑。现在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后悔了吗？A. Tuanku Abdul Rahman. B. Tunku Abdul Rahman. C. Tengku Abdul Rahman. D. Tuan Tuan Dan Tuan Tuan. 来，很有可能呢。你觉得会是什么？团团团团，锁定答案 D。来揭晓答案 D。应该知道答案了。来吧。我的答案是 B。B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确定就好。他们刚才全部人都指他比较笨，结果现在他们讲，我们都听你的哦。到底是怎样？你确定？确定。确定。从小学到。总学的历史书都是很多，完蛋了！我怀疑他们上的学校是在泰国。马来西亚有两个人叫阿杜拉曼，我确定，你确定？锁定答案 ，A， 端吗？端啊，你确定 A 吗？嗯，我确定，答案是 B， 确定。哦，这个题答出很难看我确定。马上来揭晓，我确定。特别大声的。3、2、1，恭喜他到了！哇，你没有读书。刚才你们讲那个敦古阿杜拉曼是第一位首相，对。但是钱币上面这个人物，他是马来西亚第一位元首。敦古阿杜拉曼，他就差那么一个字。很帅，当什么减肥哦？哎呀，有没有想要骂你旁边这位朋友？我们彼此都很爱对方。哎呦，马上把我们的礼物来送给他们，来 ，OK， 就是黑皮还有 V 丹 C 这个饮料送给你们，当这是你们的参与，然后交个朋友，好不好？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着镜头比个耶啦，比个耶，3、2、1，耶，继续。看到他们的样子哦，尴尬哦，我操！值，你们要带走200块，还是要继续挑战400块的题目呢？400，继续啦！400块的题目，400块的题目，到底是什么题目呢？我们的题目就是玩游戏 ，Go， 准备！来到400块的环节了，在你眼前呢有不同 flavor 的 Vita C 了，等一下会给你3颗乒乓球量尺，然后你们就要开出30 cm 吞下去，躺地下3毫升，然后就从这边滚滑下去，每个乒乓球停在任何一个罐子上面，你们就可以把400块带回家。不可以动啊！你可以示范一下行吗？你要我示范，我就示范呗。嗯，大哥。好，示范。裴勇的弱点就是这样子，撩他，你看他直接送粉给你。这两个女生厉害，讲一下他就露输一下，男人就是笨。男人哟。喂哟，太牛了！各就各位。喂，准备好哦。有 feel 有 feel， 他手真的很懂。再见了，海威，拜拜。哎呀。成功过，刚刚我们是人啊，真是的，他把我当什么？你是人啊？你是狗吗？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。尊信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你。给你介绍的啊，这位 YY， 他是我们金美哥的 intern， 今天是 last day， 他觉得今天见到你是一个漂亮的结尾。啊，哎，还有谁来着？你这样黑我都看到你脸红了。还有两次机会，给他冒汗了，希望我前途也像我额头这样亮啊。这戒指是男朋友送的，你送的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去那里学这样坏的讲话，你教的，你教的。没有，我们在聊天而已嘛，犯法的聊天。是哦，狗狗看好你哦，高一点。
把手剁了，哇哇哇哇！点点不要太多。最后一次机会，400块啊！一颗球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哎喂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恭喜获得400块！请问要继续挑战终极888，还是你要400块安心拿，稳稳拿 ？Try 啦 ，Try 吧。他现在是人生，我现在真的是在做我人生的决定，我要想清楚。3、2、1，来都来了啦！我们进入888块题目 ，Come on！ 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哈！不要了，真的。哇，400块 stop 不像年轻人呢，零零后就什么都要尝试要敢啊。可是可以知道是什么题目吗？就你真的要知道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给你今晚睡不着、我们再一次恭喜获得400块。米达西里兰再一次也是送给你们。当然还是有多一点好料。我们888块来前方这边好不好？啊，对。下一道问题，两题选择题。请问你要选 A 还是 B？A 的题目呢是跟裴勇有关的 ，B 的题目呢是跟裴勇完全没有关的。A 了 ，A 了，要选 A 了，当然。裴勇的题目真的有点难。紧张音乐器，紧张音乐器，咚咚。裴勇的好朋友常勇、常乐啦 ，Danny， 很常会在他们的影片或者拍 story 的时候称呼我为勇坚。Oh no！ 请问？永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哦，没有选择题了。有，这题真的很难的原因是吗？因为其实我真正有在公开场合聊过这件事情，只有2次吧。准备好了 ，A， 他是我的数学老师的名字 ；B， 算命师傅取的名字 ；C， 啊，牛奶牛 ，C，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名字。第一，这是我的本名，陈永坚。我觉得陈永坚蛮好听，陈行上也 OK。你爷爷还在世吗？我爷爷已经已故了，因为我是我家里最大的男孙。然后我们的文化跟传承就是，只要是长子嫡孙哦，都会有三个名字，早上叫一个，中午叫一个，晚上叫一个。好得空的爷爷。数学老师，数学老师不可能叫永坚，我的数学老师通常就是叫那种永达啊，威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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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I love you， 无论你是不是数学老师 ，I love you。我以前我小学数学老师，他长得跟我很像，黑黑的，讲话很大声，很吵。然后他就叫永坚老师，我朋友就讲我很像他，就叫裴勇，裴永坚，就这样。全部都是真的啦，全部其中一个是真的。他可能原名叫永坚呢？他原名叫永坚啊。我们平时叫尖尖的吗？你哪里尖尖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陈尖尖。锁定答案，锁定答案。算命师傅。我们马上来揭晓，是不是算命师傅取的名字呢？是不是数学老师的名字？我有点紧张。3、2、1，啊！恭喜答对！888块，全部属于你的。他讲我会有意外之财来了，恭喜恭喜！可能我又可以少奋斗了10年了啊！对对，掌声！非常开心可以参加观众版12800，然后见到朋友阿黑啦，想要买啤酒回去喝了。送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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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给你！其实现在疫情，每天都要喝维他命 C， 我也可以换维他命 C 来喝了。好，多棒！加钱，加钱，加钱，加钱！来。没事，谢谢，还有你来啦！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？很好。我 feel 到这个好后面哦，半个小时有一种心酸。不是啊，半个小时他就会怪我、应该会，你看应该会少了一个 follower。可是我的 follower 少一个，我应该也不会发现。我是一个人，这个人真的是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讲
这钱我知道很重要，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比钱更值得我们去体会的事情，比如说比达西，还有金牌越喝越好啊！还有我们这一份缘分啦，可以上来玩一玩。这镜头我们再比个耶喽！耶耶！三、二、一，拼！影片来到了尾声了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同时感谢每位参与的朋友。那看这影片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参与，可能会有点 sad sad， 没关系，黑皮还是一视同仁的，毕竟这个影片主要是回馈给大家嘛。所以黑皮跟 Vita C 决定呢，把这个精美的礼篮还有里面满满的 Vitamin C 送给你们啦。那想要引起这份礼物方法 very 的 easy， Story 有一个功能叫 Add Yours， 知不知道？那黑皮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后呢，我会开始 po Story 启动这一项活动啦。那你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去到黑皮的 Insta Story 那里点击那个小格子啊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一个，然后上传一张你们跟 Vita C 的任何一个口味的 product 合照，你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都行。黑皮会在这个 story 结束的24小时之后呢，选出六位幸运儿，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们，大家敢不敢当？耶、yeah ！ Vita C 呢是取 Vitamin C 的最新选择啊！哎呀，现在无随时随地、无时无刻你都可以吸取 Vitamin C， 哎呦，爽！Cheers！ 在这里，黑皮跟阿 Han 还有 Vita C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、冥想如意，还有齐家欢乐，欢乐，算命师傅取的名字，为什么也没有用？这个东西我快速跟你解释。好 ，OK， 故事是这样子的。黑皮以前念大学的时候，某一年我回去 hometown， 因为一些大学 assignment 的关系，我必须找回以前小时候的一些旧照片啦。结果就在那一堆文件夹当中，我找到一张非常泛黄的一张纸，上面呢写的很多密密麻麻的金木水火土。我要讲，当年生我这个凡穷之后呢，婆婆就想要把我们取一个吉祥的名字，结果就去这个庙会去算一算喽。然后那个师傅就算啊，最后呢，他得出两个结论，一个就叫做裴勇，另外一个叫永坚啊，你看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而很庆幸的，最后师傅圈的名字是叫裴勇耶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永坚名字的由来传说了啊，所以以后千万不要再叫我永坚，永坚不是我的名啊，唔该晒。